我想到的都是不太好播的。我们什么秘密呢？这么秘密？什么秘密呢？在陷入了对自己秘密的探索。想说我有什么事儿？看大家看到的都不是秘密了，大家看不到的都是秘密，所以没什么能对啊，没什么能说的。哎，你这一说，活得还挺坦诚的，我们。网友说：“那我可不信，找我来扒一扒，让我去翻翻你以前的微博。”闲聊一下吧，咱们唠会儿嗑。嗯，聊会儿天。你最好的歌手朋友是谁啊？最好的歌手朋友，周深算吗？哦，深深。梦姐开始了，我开始我的采访，深度采访，我就想去打牌，但他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，哎，小野，你想不想，你会打牌吗？他说会呀、啊。我说那你想不想打牌？他说我不想，我想跟你聊天。我说，他说那你想去打牌吗？我说，但是我也想跟你聊天啊，对吧？然后我俩就聊天，然后聊着聊呢，我俩在床上我就哄他睡觉，终于把他哄睡着了。我还拿手机试探一下，他睡着了。然后我悄悄的出门，因为我的团我已经在里面发微信了，我说他马上就要睡着了，下一楼等我。然后呢，我就上一楼去打牌，打到了早上7点多，因为小野一般都醒得挺早的，他应该8点多就醒 了。然后7点多我就赶紧回去睡觉。就假装你也很像特种兵，对。然后小野他起来，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我晚上有把他哄睡着出去打牌。大家听到这里可以艾特他。那我这种挺多。你好坏呀！有没有骗过我呀？你好坏呀、啊！我以前经常就是。梦姐，你的情话说来就来是吗？就是宝贝，你好坏什么的。每天都讲，说来就来，他说来就来。我以前也经常这样，就是我，啊，就我骗一个骗人，说我干啥干啥，完了我其实干别的。毛老师分享一个吧。我想到的都是不太好播的。我们什么秘密呢？这么秘密？什么秘密呢？在陷入了对自己秘密的探索。想说我有什么事儿？看大家看到的都不是秘密了，大家看不到的都是秘密，所以没什么能对啊，没什么能说的。哎呀，你这一说，活得还挺坦诚的，我们。网友说：“那我可不信，找我来扒一扒，让我去翻翻你以前的微博。”闲聊一下吧，咱们唠会儿嗑。嗯，聊会儿天。你最好的歌手朋友是谁啊？最好的歌手朋友，周深算吗？哦，深深。梦姐开始了，我开始我的采访，深度采访，梦姐时间。哎，现在就比如说毛小汪是你跟毛毛，你会怎么跟我们唠嗑呢？那这播一期就得停播这节目。你问吧，我就播了你的节目。你的节目，你想问啥？想问啥问啥。这关系到后半夜能不能出一把相似的钟？我这样子没找啊。这可关系到你那个节目能不能拉到投资。拉到头发就是有点瘪，我不太喜欢。我孟子怡，我只能说你头发今天很瘪。真的吗？我也觉得很瘪。扰乱了心智。哎，是不是还没有昨天蓬呢？我昨天比今天蓬。没有没有，他是因为听到了你有这个新节目，他慌了。竟然有竞品，顶着你的扁头去主持。你好过分。顶着。哎，外卖来的太及时了，就我们了，精神头都不一样了。那这样，你们觉得你们唱歌好听，还是毛毛唱歌好听呢？各有各的好听。音乐怎么可以用来比较？对啊，这个怎么能比较呢？哦、那什么可以比较？什么可以比较？高考的分数可以用来比较。那用你比较一下，高低自判。他们不像咱这么虎，不像咱，对，我们是老油条。要问我，我就会认真的去想。不像我们这么虎，我们都没有过脑子就说那种。假话。那你们觉得，徐志胜的竞品有谁？徐志胜没有竞品啊，他是最独一无二的。你们太难宰了，不给。你在，我各位发现就是这种问题吧，他都需要嘉宾搓出来配合。对、啊、对。对，
哎，刚才的梦见，现在如果你俩做一个毛线蛙，嗯，有恋爱吗？最近吗？嗯，没有。上一次恋什么时候？我这个比就是问人家讨厌谁更吓人。对，挺久了。那分的愉快吗？是那种和平的分的，还是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分的？你看他现在表情像愉快的吗？就是体面。哦哦，好好。哦，毛老师。还有。哇。哎呦。这是啥？哎呀，这个豆皮儿最最好，多耳朵一点儿。哇，吃酷啊！哇，谢谢毛老师。妈耶！这毛这猪耳朵是你现切的啊？不是，这个是厉害厉害。那你上次谈恋爱什么时候啊？我是去年。分了吗？现在分了。谈多久啊？一年。为什么分啊？因为不合适，因为他不爱我。他提的。我提的。你还你提的？嗯。我跟你说，往往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人会一直冷暴力嘛。嗯。是吗？就逼你分手。有这样，很多人是这样。嗯。是吗？就是又不喜欢，但是又不想承担道德压力。对。就是说，我就对你不好一点，这样你提了，反正不是我提的。嗯。嗯。很多人这么干。还有的时候，就可能疯了。你提分手，人家还不同意呢。哎，还要装一下，说啊，怎么了？我分手，心里想说，耶，对，棒，今天就是 today， 终于提了，就是 today 啊，那是不是还不如坦诚点提出分手？我是觉得应该要这样的，我也觉得不用自己有道德压力，但是我觉得不合适，别硬努了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好累啊，谈恋爱。嗯，还是搞事业吧，搞事业，搞事业。也不知道薯片什么时候到，那你点薯片了吗？嗯，点薯片了吗？两，我发给毛老师了啊，真的，毛老师你发一，环节太多了，甩锅了，在某一环节卡住就没有这个东西，这不是像公司一样吗？嗯，我要确认一下，你下次还是走邮件吧，发给总裁，贴个文，找财务报，我还得收到，给你回个表情包，辛苦了。男说这个没有了，换成哪个，那我得重新确定一下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梦姐，来吧梦姐，你膨化食品。哦，对，你们的提案还没说呢。我们提案是什么来着？送祝福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因为上次来毛选王的时候，讲到了我们之前那个社死名场面，就是在他们那个明日的比赛的时候，给每个选手送祝福。那你给我们四个送祝福呗。嗯。来吧，金老师。孟姐是第一次见，你有什么歌要送给她呢？我想看看。听一听，我不能，是用歌曲来表达吗？所以说女人花之类的不挺好的？对啊，就我们就是这个环节就是这样。那你来演示一下。嗯，你演示一下，给我们试试送一下。梦姐啊，送什么歌呢？你虽然是这种就是美少女的这种 look， 但你的性格中让我有一种风风火火的感觉。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这种可以吗？好汉歌送给你好不好？好。你这是机智歌王哎。对啊，我你性格还是很直率的。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因为孟姐，天生歌姬。哦，我，哦，对，我知道。我们今天就帮你伴奏，你想唱什么歌？你等一下，他俩，你觉得谁更歌姬？智胜，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见识过。对，见识过了。他更歌姬。不，我比他强一点。嗯，你认吧。你不能说你们俩的领域。你是不是教过他唱歌？嗯。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学。但是你来送大家祝福，比如说你要送一首祝福给毛不易。对，对你来送。毛不易，嗯，适合他的，送给我一个祝福。看着你走远，不行，祝福还是？那我让你来唱。爱我，哎，不好不好，哎，别送，不对，那你最擅长那个歌叫什么来着？让我喝口水。吃咸了，吃咸了。那个，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。你好妙，你预备拍和正式拍和唱三个拍。我听不懂，我不懂节奏。你拍的和唱的是？我还没唱完呢。那他一定很爱
别把我比下去，分手只用了一分钟而已。啊，你的手部动作非常专业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你得找你的那个。他们说我唱这个还不错哦，最近。嗯，羡慕羡慕。姐妹比你略强一点哦。不是略强。你也唱一个，你唱那个他一定很爱你，求你了。哎呀，我不唱歌。哎呀，求求你了。我不想唱歌，我怎么先痛点？我不想跟你一块上节目了，我在这屋。求求你了，给姐姐个面子，快唱。你教我吧。哎呀，又是这。他很爱你，你不会唱的阿杜，我不该在车里，应该在车底的那个。这是一首 rap 的，不应该在车底。我给你快点唱那个。他一定很爱你。你不太行，这个歌。你让我唱的，我算了，算了，还是你俩送吧。我俩。好，那游戏规则介绍一下。我们在大屏滚动，来过毛血旺所有的嘉宾的名字，然后我们三二一抽到谁就给他送个祝福，给他送一首，给他送一首歌是吧？我们就集体给他送一个祝福。行啊，拍视频发给他吧。对对对，那我们谁来喊？一起吧，大家好不好？来，怎么能喊住啊？这个怎么能一起？3、2、1，0！哇！海涛可以。海涛送大海给他吗？送涛声依旧呢？哦，涛声依旧行，涛声依旧可以。送给他一首涛声依旧。会，我会。涛声依旧我真不会唱，没事，你就跟着混。来来来，咱打节拍。我们在录王雪旺。我们现在在全世界最开心的地方，耶！我们抽到了你，就是我们的幸运嘉宾。就是会被我们赠送一首祝福，赠送一首祝福，对，祝福什么歌呢？这首歌的名字叫《涛声依旧》，送给海涛哥。月落乌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。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初的夜晚。今天的你我，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？这一张旧船票。